主料，土豆500克，胡萝卜50克，肉泥20克，辅料，油20克，盐10克，孜然粉5克，味素2克，蒜子3颗，小葱、糖椒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蒜子切片，小葱切花，糖椒切圈，土豆胡萝卜接驳文刀条状待用。土豆条、胡萝卜条，先少许盐过水煮2分钟，捞出沥水待用，做锅起油，下蒜片煸香，下肉泥化散，下土豆条、胡萝卜条，翻炒2分钟，下味素、盐，翻炒1分钟，下辣椒圈，翻炒均匀，下孜然粉和葱花，翻炒均匀，出香后起锅即可。烹饪技巧：罗里巴嗦，一土豆条、胡萝卜条尽量切同样大小，这样成熟的时间会比较相近。二土豆条、胡萝卜条过水比过油更健康，而且过水可以去除土豆表面的淀粉，节省了土豆泡水的时间。三孜然粉和葱花最后下，出香后即可起锅，避免香气流失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